不会，没有，好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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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是八一小男孩，他们不走这边经过吧？应该不从这边，他们那边在。在干嘛？我们要掰手腕，对。还没有说，还没有什么？还没开始掰什么什么？上对去啊，看那个。来，王左手还是右手？不是，我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，是因为就是那个2024，我们两个在后面，对，然后他就是我们俩想比一下谁力气大，对，证明我自己的实力到了，阿姨好，证明自己的实像力妹妹像你呀。哎，小妹老爷。刚才已经说了，还没有。有拿东西了。我拿了二婶的东西有拿了没？他和谁？他和谁？我和王子啊，和王子啊。还没开始呢，王子加油！这怎么没人给我加油呢？哎，罗管家，罗管家你完了，罗管家。好多人经过的，他们经过，不然我们声音太大了。总觉得我胖了，哪里胖了？我明明觉得我自己瘦了，但是怎么一化完妆就觉得自己胖了？来开始啊！原地我太白了。你是右手，我也右手。肯定右手啊，哪能左手？来吧。哎，我怎么手这么黑呀、啊？我一瞬间，为什么你那么白？因为我抹白了。真的吗？怎么样抹白了？你看我。哇，你。怪不得你在那晚在那抹，你还问我要不要？对啊，问你要不要？我还说我不要了。对啊，等会可以抹，一起抹一下，是的，嗯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你躲开。刘姨，你干嘛？我紧张。不去不去，姐，我们不去，嗯，好紧张。天哪，我的好像爪子都这么黑。你知道吗？很过分，你知道他们很过分，他们说，整个美甲都是白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赢了。如果我赢了的话，我先跟你讲，如果我赢的话，他们就要跟我道歉，因为他们觉得我肯定掰不过你。但是我问，因为我力气很小，你力气是不是也不大？也还好吧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跟我说了？刚刚王子跟我说他力气不大。啊？刚刚他跟我说他力气不大，现在怎么变得也还好了？怎么回事呢？真的还好，来吧。真的啊，我现在真的，你别抖，你好白呀、啊。好的好的，开始啊，过来点，嗯，看得见吧？看得见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已经够黑了。我真的好白。你真的。我抹白了，王子不没有那么黑了，跟我们俩差不多，对。嗯，好的，三，等一下你喊吧。我怎么用力了？王子说等一下你喊吧。我紧张了，我也是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手开始流汗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几局几胜？这掰手腕肯定一局定胜负，不然，对吧？你快点，嗯，好，预备，三二一，我喊三二一哈。对对对。好紧张，怎么会这么紧张？没有裁判，没有裁判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哇！王子救命！你告我的筋，我的天！我也有，我也有，哎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哎，王子，你不要笑啊！动了！我太动了，我晕了。难分胜负算。没有，掰下来才，可是我掰不到。一小心这个手机掉了，没事没事，王子是没用力，他用了。我用。老管家还问我们再用力吗？那我们在假掰了。啊！没有在握手。哇！我笑得我肚子痛。有什么好笑？跟我掰手腕很好笑吗？哎，我就感觉什么好笑吗？我没有给他钱，我晕了。哇我怎么感觉我过不去呢？我感觉我稍微往这边掰一下，你就用力了，我也过不去呀、啊！啊，好痛！啊，好痛！没事没事，没关系没关系。
哎，我们休息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胳膊酸了。哇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所以我们俩的心都挺大的，哇，好酸啊！救命！不仅胳膊酸，肚子也好酸。天哪，真的好酸。没数没数，哎，算了算了，速战速决来。我们换左手吧。我们因为我们右手就是。就是怎么样都换成左手，左手试试吗？真的、啊、真的。可是我左手更没力气啊，我晕了。我没事，我左手也没有力气。你最好试啊。来吧。啊，我胳膊没了。下次的抹白一点、啊。没关系，大家不知道他是王子就好了，是吧？下次抹白一点、啊。哇，我左手完全没力气。我也是。来吧。我们还没开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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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还没开始，哇，好吓人！一二三，开始。我死命的抠着桌子脚。摔一摔，嗯，打假赛不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跟帽子商量过。来，好的，一下哦，一下哈，就这一把哈。好的，不行，我们要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这样子，不行，三二一，走。我好像快要胜利了。持久战，我、哦、好累啊，太累了，不行，都跳空也没力气了，歇一下，吃点吧，吃点东西。他们就是想看我吃东西，我晕了。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好热。是吧？我是没有找你商量是吧？找你商量，不然早就能。啊，是的。是吧？没有商量。那等会儿跟我一起扶一下丽卡的头啊。好好扶不动。你知道福利卡的目的是这个，不是啊，我福利卡投的时候都这样。不是六个人扶嘛，刚好我是多出来的那个。对，多出来，还多出来那个，他力气也不大，比你大。能不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？比你大一点点。唉，累死了，真的累死了。等会儿要想想看我们两个美丽气球怎么摘的。我们软塌塌的，先回来了。对，好，走了。嗯。
为什么？对，就是虽然我就是，我现在找东西抵一下，好累啊，不行啊，太累了。虽然我就是觉得自己可能，对啊，唉，气死我了，真的，唉，这个叉子也欺负我。唉，这个饭索然无味，真的。不是，今天不是都城，还蛮好。我吃不下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今天真的是那么跟我说，他说他其实力气不大的，才那么细胳膊细腿，怎么会这样？十口能见底吗？气死我了，是吧？是力气不大，我也觉得，嗯。在吃什么？十七家，对。没有在捶饭，我在搅拌，对。不可能，我等会儿，你们就是谁看起来力气小，我等会儿再去掰一个，气死。跟谁？罗克家，罗克家不行，罗克家，罗克家看上去就像力气大的，嗯。真的，他很菜，真的。啊不，才不这么说呢。嗯。你们可以过，帮你们挡。哦，好。嗯，不行啊，佳佳力气很大的，真的，嗯。润看上去还行。真的不行，我上次跟就是运动会的时候跟佳佳掰过的，掰不过，真的。说了吃十口就吃十口。想想，嗯，我昨晚做梦还梦见我在吃饭，边哭边吃饭。嗯，真的，我梦见我边哭边吃饭。然后梦里王子也是跟我说，王子跟我说，他说我力气不大，我力气也不大，对，他笑着对我说我力气也不大，然后我就后面就在边哭边吃饭，没想到就是梦也会变成真的，真的没想到，嗯。已经开始难过了，我可以把肉吃了，我吃饭好搞笑，嗯，第三口了，
虽然像那个学堂阿姨的手这样，是这样子挖起来，然后，吃个饭挑一挑，因为这有洋葱，知道吧？这里有洋葱。你是四口的，好，第五口。因为第五口了，然后。五口内把肉吃完，吃不完嘞。五口肉。哎，真的可以把肉吃完。嗯，怎么没人记？有人记，我在记。嗯，我在记呢。第六口了，这是第六口了。可是这好多呀。你看这里还有洋葱，第六口了已经，现在第七口了，对。真的，现在第七口了，不吃洋葱。哪里整？哪里整？我晕了！我跟你说，这有直播为证，到时候我就算一个一个算。你们就欺负我，你八口了。你们怎么不说拿这么大一个勺子呢？这勺子太小了，是吧？没有，我是吃完十口，然后我就。对啊，挖到底了，都快没了，我就关直播了，然后就自己一个人慢慢吃，对，我不是不吃了，对，不能浪费粮食，我自己一个人慢慢吃，真的，你看，都见底了，看到没有？都见底了，必须是，第九口了是吧？是不是第九口？是第九口还是第八口？第九口了，对，好吧，第八口了，第八口，是第八口还是第九口？没有挖一个洞，它是真的见底了，我吃完了，我快。好了，第九口了，这是第九口了，没错，这是第九口。你看肉都没了，真的只剩下洋葱了。好，最后口，吃完下吧。结束了，关直播再吃了，看见没有？第十口了，我应该吹口就给你们看一下的，十次，好是吧？是吧？我给你们看，真的都见底了，你看，你们看这边，都，你看这边，都空了，看到没有？都空了，都吃空了，真的吃空了，了不起。真的吃空了，真的一半多了，你看肉都没了，只剩下洋葱了。
没有耍赖，没有耍赖，真的，你自己看是不是只有洋葱，把洋葱挑出来，这是洋葱。对啊，这卖家给的太少了，对啊，他其实多点肉我就能多吃点饭了，对吧？结果他就给这么点点肉，然后剩下的全是洋葱，真的，公开批评哈，怎么这样子？对吧？怎么这样子？对啊，害我们家小偶像不吃饭，就是因为给太少肉了，是的，你看这全是洋葱，这全是洋葱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大家不用跟我道歉。我确实掰不过他，满满一碗肉。那你要去十一家当那种就是送外卖的，好，就这样，对，拜拜。去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嗯？怎么？对，我妆还没画完呢，我要去化妆了，嗯。嗯，下播吃完，真的。继续吃，真的继续吃，我就找点别人的肉。对，嗯嗯嗯嗯嗯嗯嗯。这是什么？我有点吓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哼，烦死了，真是的，烦死了。